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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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啊，就是那个宗人府的梁大人，他儿子梁冲呀，非要抢人家闺女当小老婆，结果逼得人家上吊了。哎，你不准多管闲事啊！看看就成。什么人？敢拦梁大人轿子？赶紧闪开！滚！老百姓的事我们不管，是不是拦错轿子了？我没有拦错轿子，我们就是要找宗人府。可是你们宗人府根本就不办公，梁大人从哪到晚都不在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人呢？梁大人什么？他不在宗人府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带走！梁大人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拦您的轿子。梁大人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如此的冒犯。请给我一点点时间，让我向您禀报好不好？梁大人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就动手了。哎，梁大人，别打！梁大人，你们是官兵还是土匪？跑来的刁民，居然敢拦住本官的轿子，是活得不耐烦吗？啊！来人呐，把这几个女疯子给我拉下去！梁大人，你听了我的故事，一定不会后悔的，请你给我一点点时间，哪怕一点点就够了。谁听你们的故事，闲得无聊吗？啊！来人，把这些拦轿的都给我拉下去！梁大人，这个狗官，他孤男难我怎么收拾你？刘七良哈，照顾那两个姑娘。我好不容易见到这位大人，不行，小姐，我们快逃吧，快逃吧！把这拦轿子给我打走！快来！
什么东西竟然敢跟本官的人动手，你们要拦轿也不弄弄清楚，本官哪管你们老百姓的事啊，不管这个皇上的事，你们要拦轿应该拦顺天府的轿子呀。今天看在本大人还有事要办，饶了你们，下次再敢拦轿我要你们的命。大家回府，打了人就回府，我打了你回天府。我还不是眼前亏，你要白白送命啊。天大人，小姐，小姐，大王爷，拿走别怕，别怕，大王爷，别怕，打死你，小心点。皇上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这个梁大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坏的贪官了，人家不过十来个轿，他们就把老百姓全部都打了。我小燕子记住了，我要报仇。你怎么报仇啊？他们那么多人，咱们就这么几个，你怎么对付？那是因为我们又要打架又要救人才打不过他们的。可是那个梁大人怎么那么霸道，那么不讲理呢？讲理？他是北京最大的贪官了，作威作福，贪污强娶民女，他什么坏事都做过。你别找那个梁大人了，没用的。可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和他讲才行啊。你没听到吗？那个梁大人他只管皇上的事儿。你呀、啊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小燕子，那是柳青，那是柳红。我姓夏，名字叫紫薇，这是我的丫头金锁。谢谢女侠相救。你叫我女侠啊？可不是嘛，我就是北京女侠小燕子，幸会幸会。谢谢你们帮忙，可是我还是没有让梁大人能够听到我的故事。其实啊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找梁大人，下个月初五梁大人要办五十大寿，到时候啊估计全城的皇亲国戚都会去祝寿，你们啊就直接杀到梁府得了，他们总不能把贺客关在门外吧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